找好久哎，我遇到你同学啊，他说你在后面啊。我要跳飞越小羚羊了。去哪边跳？要跑了。你要冲冲冲！然后我们会有三个脚跟，然后一个椅子，一个呼啦圈。三个脚。三个脚锥。三个什么？脚脚锥。啊，三脚锥啊，哦。三个脚锥。三个你。要呼啦圈干嘛？今天我们要开始吃饭了。
七分五十一秒第二名。对啊。小金，你们差一点第一名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拜拜。要回家了，拜拜。